地基專欄專訪工作組織的訪問的系列。上一次呢我們訪問了非建制派的許錦成議員，今一集是第二集呢我們訪問建制派的何華漢議員。何華漢議員呢是在這個德朗村呢是這一屆15年當選的議員，但看到呢他當選了之後呢，無論這個地區的工作以至到是跟著一系列的，我估多數應該立法會的選舉或者補選呢，德朗村呢是支持建制派呢那個票數和相對於非建制派呢是一個很大的距離。這個究竟是條村是這樣，還是是議員的工作，還是建制派的工作導致到這個這樣情況呢？我們不妨呢是訪問一下我們的議員呢，是了解一下他的由參選啦到參選的工作目標啦、策略啦，以至到他的成效，是反映一下為什麼我要出來參選做地區議員，做一個地區的工作者呢。何議員，基哥你好，久仰大名啊，我們有份，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基哥你好，多謝你接受訪問。你想訪問一下你呢，學生仔啦，為什麼原因願意落個區裡面做這個地區工作，又揀為什麼原因揀這條村呢？其實真的沒有一個很固定的原因來的，咁我本身是一個新移民來的，我2006年先嚟到香港，跟住我都冇喺香港讀過書嘅，跟住我就翻咗大陸去暨南大學讀書，咁就喺大學入邊識咗一班朋友啦。咁畢業後翻到嚟香港，咁你知啦，喺內地嘅學校可能喺香港嗰個接受嘅程度未必咁高，咁我喺工作上邊咪可能都係靠啲朋友嘅介紹啊，可能咁啱有啲同學喺有啲議員辦事處地區嘅團體度做，咁咁啱適逢就遇著12年啦，立法會嘅選舉啱啱啊基哥轉跑道係嘛，去超跑嗰陣時嚇，咁我咁啱就喺嗰年同學嘅邀請加入去九龍城，咁啱嚟到九龍城啦，做幫手去幫阿美芬去助選啦，咁咁啱就喺呢一步之中就踏入咗呢一行，唔知唔覺去到今年已經都成7年啦，係啦，時間一個咯。其實真係冇乜話有特別嘅意願嘅，其實真係好啱。當時有個朋友邀請加入呢一行，咁跟住加入咗呢行之後因為自己都係新移民啦。我當時嚟香港住喺福華街，我一家四口住喺150尺嘅劏房入邊，都睇到當年嗰個房屋嘅問題嘅，都係好嚴峻。咁其實入咗呢行之後，我見到即係其實即係有個感觸啦。喺12年阿芬姐選完之後，大家有感觸。其實可能你要喺香港長遠去解決啲新移民或者有啲香港嘅住屋問題，你都係需要有啲話語權。所以隨後我都因為都對呢個香港嘅公屋嗰個情況有關注，我都加入咗公屋聯會啦，就到一直以嚟喺九龍城區都係去研究相關一啲香港嘅公屋入嚟產生嘅原因啦，點樣解決呢啲問題啦，包括長遠日後香港個公屋嗰度係點樣嘅發展啦。咁逐漸咁啱啦，又係咁啱我嚟到呢度，啟德即係咁多個咁啱，啟德咁啱去到13年。兩月屋村咧又咁啱入伙啦，咁當時我哋喺區入邊咪又話有冇即係有冇咁嘅時間肯落去區去為呢兩條新村做開荒牛啦，做啲地區工作啦，咁就咁多個咁啱，係啦，就落到嚟呢條村，咁啊慢慢開展一步步嘅工作落去咯。但係揀呢個區嘅時候有冇啲嘅爭執或者矛盾咧？因為頭先你講過你嘅背景就係住劏房啦、低收入家庭啦。新來港啦，咁但係要走一個轉咗嚟一個係新嘅屋村，啱啱入伙嘅，可能咩人都唔識嘅嚇，即係入到嚟先至開始由你開始去建立嗰個所謂地區工作，嗰個有冇困難咧？對你決做呢個決定嘅時候，其實嗱，第一真係冇困難嘅，因為有做私樓咧。因為其實當初因為第一啦，去到都我哋都唔知嘅，其實當初都冇諗過話去做一個參選嘅從政嘅，只係可能我哋都係可能做下開荒牛先，落去為啲居民個入伙提供有啲協助，例如最簡單㗎啦，你
要填表啊，攞嗰時要填表，攞鎖匙，攞完鎖匙之後驗樓點樣去驗啊？入伙之後你需要相關設施點樣去做啊？咁可能我自己當年又跟公屋聯會學習咗一啲相關嘅知識。咁其實當初真係冇去諗話有嗰個參選嘅意願嘅，不過可能落到去區啦、內啦，咁你知啦，可能去到最後，喂，真係你時間無多啦，2013年入伙，2015年就參選，可能去到最後嗰陣時都有啲抉擇啦。喂，你落到嚟咁耐，因為嗰陣時都唔單我㗎，民建聯都有有社區幹事喺度㗎，係啦。咁其實嗰陣時喂，去到最後，有冇興趣參選啊？咁其實去到好後期先去諗呢樣嘢嘅啫。Okay. 最前期嗰陣時候，其實最主要都係因為我嗰陣時當我自己我都住公屋，我而家都住緊公屋嘅。你去住公屋嗰時候，其實你去攞一個單位真係好彷徨無助嘅。表點樣去填？你要填好多個資產入息，又唔知點樣填，冇人教你點樣填。嗰陣時我同阿媽去搞一日啊，又搞埋水電煤，你都搞唔掂嘅。所以我哋嗰陣時入到嚟，最主要就係尤其係新區啦，乜嘢設施都冇嘅。咁嗰陣時係冇諗得咁多咯，係啊，可能話真係去到2014年尾、2015年頭啊，喂，冇得逃避嗰陣時候啦，可能話真係要有做一個抉擇啦。你嗰陣時你知啦，我哋同民建聯都有啲協調，又協調唔到，都係最後咁咪係咁啱去到最後，喂，咁諗下做得耐落去啦。你講真，如果你要為居民去繼續去改善啲設施，其實你冇一個話語權，其實你政府都未必聽你嘅，所以去到最後都有個你真係要用心為居民爭取。其實第一，你真係要喺政府，就算區議會是一個我覺得是一個冇乜實權的團體都好啦，但起碼佢喺議會都可以為居民去發聲，去為居民去爭取改善啲嘢先咯。所以去到最後先話真係有個決心落去參選咯。即係你想做議員係一個，即係點樣講啲嘢啊？係一個目的啦，還是一個工具？因為頭先聽你咁講咧，就係入嚟嗰時候好多問題啊。係。咁你咧就係開始同啲街坊去處理同解決啲問題。咁但係咧，又好似咧，又有咗個身份地位咧，就容易啲。咁變咗個議員個作用係一個工具多啲，係咪？其實係一個工具多啲嘅。點解咧？我就好深刻嘅，因為第一當年就係民協楊振宇議員啦，當年佢係呢個當區議員啦，係啦。咁佢攞個辦事處咧，都係優先攞嘅，係啦。當時我哋就好深刻睇到，我哋去想為居民去解決一啲問題，想約啲官員落嚟睇下條村有啲咩設施可以改善。其實如果你唔係作為一個原裝嘅社區幹事咧，我相信好多政府部門咧都撒手領頭嘅，可能好圓滑咁啊遠距離或者各種途徑都好唔理你嘅。可能調轉頭，如果你話作為當時楊振宇議員咯，佢吹佢聲。官員一定可能會，即未必全部嚟啦，起碼最當區嘅經理、房署經理所有嘅部門可能都會協助解決嘅。其實都睇到現時而家呢個政府都係嘅，普通嘅市民去做一個投訴，可能未必去處理，轉123啦，係嘛？但係點解你真係要落到嚟，你遇著好多困難嘅時候，你就會諗得到。如果你冇一個話語權，你喺議會冇一個真係發聲嘅人喺度，其實你再用心、再努力喺區，我相信可能。未必有啲政府嘅官員肯去接受你的意見咯，係啦。喺你做嘅過程裏面咧，係兩個層次啦，一個就係你作為議員嘅層次，第二個就係街坊好多嘅情況或者不同嘅問題啊咁。你有冇用一啲嘅方式係需唔需要同街坊結合比例，成為一個嘅議員街坊？然後跟住就係同政府勾手瓜，處理某啲問題，還是就係、是？我係想選出嚟嘅議員，我自己就一個身份已經可以同你政府官員咧係搞掂嗰啲問題。又還是咧，你初初係獨立啦，選嗰時啱尾就而家入咗政黨啦。還是係呢個嘅變化係咪有個政黨，於是又令到你容易啲去解決嘅問題？即係三個嘅可能性。是你重視有邊一個地方？其實如果有啲所謂簡單啲嘅啦，簡單嘅議題，即係所謂居民嘅共同利益嘅議題咧，好多我都會直接同相關嘅政府部門去解決，例如加密巴士班次啦，因為呢啲共同利益嚟嘅，大家都好期望會增加一啲，例如我話即係由而家15分鐘加到去5分鐘，我相信每個德朗村嘅居民。都是贊成的，這些共同的議題呢，我相信就在大家的爭議性不大的情況下呢，我都很這些簡單的我們會做相關的部門去解決啦。但是有些涉及到很不同持份者、不同居民的共同利益那些有不同意見那些，我們都不會說
一言堂去定咯。舉個例子啦，成個啟德新區咧，政府當年規劃係要用一個30% 嘅綠化去規定噶嘛，所以我而家你見到成條村德朗村嘅平台咧，一樓平台咧全部係種曬草嘅。咁你知啦，當年種咗草之後，管理又不善，咁你知就會滋生蚊蟲，掉咗垃圾滋生蚊蟲啦。咁住低層嘅住户咧就有好大嘅困擾啦，都有好大嘅意見聲音。要求移除佢嘅，咁當年你知啦，因為有個法例規定，咁當年你知有啲高層可能影響又冇咁高嘅，咁可能佢覺得望落嚟唔見到啲綠色嘅嘢，可能個觀感咧又唔同咗。咁其實當年我哋都經過真係三次長達成年嘅諮詢，我真係每一户上去收集居民嘅意見，做一個意見俾佢，都同大家去包括開咗居民會，同大家去分析到底呢啲草。那個影響性有幾大，剷咗佢之後係咪真係會影響個綠化，去收集唔同嗰個村民嘅意見咯。其實意見係重要嘅，都我哋都包括我哋都用唔同嘅部門啦，可能諗啲唔同嘅方案去遊說，可能有啲反對者，因為始終講真嘅，綠化都好重要嘅望落嚟，但我哋可能會諗啲唔同嘅方案，點樣去補償翻佢嗰啲嘢，令到大家即係可以平衡得到咁啦。經過咁多年個同政府同居民嘅共同研究啦，我哋都收集咗成萬個簽名喺房屋署呢啲咁嘅係嘛幾次啦，我分咗幾次去做咗咁多年，咁去到今年終於房署都嚟緊嘅四月。都可以全面可以去將嗰啲一樓嘅草嘅草去移除啦，即係唔要啦，唔要噶啦，唔要，即係喺平台嗰度唔要啦，就變翻水泥。咁咧低層嗰就冇咗蚊患啦。咁但係因為始終又話唔要咗咧，第一我哋要符合30% 嘅綠化嘅規定啦。第二咁我哋都要符合翻有啲居民嗰個對綠化嗰個訴求啦。咁我哋將會喺其他地面嘅地方會補啲補啲落去咯。不如我有個建議俾你參考喎。嗰時我仲係麗閣村嘅麗閣區嘅議員嘅時候咧。亦都同樣就係嗰啲草咧，就好多蚊。係原來啱啱就係同房屋署傾過，喺研究過之後咧，特別房屋署本身有一個係園圃嘅。係啊。佢哋話咧，原來某一啲嘅植物咧係惹蚊嘅，某啲植物咧就係可能啲蚊會怕嘅。咁於是咧就係後來我哋同房屋署傾完之後咧，響第二年啊，即係12個月之後，我當然要申請好多手續啦，就將嗰啲草換曬。即係成批舊有嘅草剷起咗佢。啱啱。就種嗰啲新嘅落去。咁呢個可以你哋參考，一陣你有草，一陣我哋行下公園，你見到邊度有啊？係啦，啱啦，呢樣咧就係我真係偷你噶啦。因為我都翻查咗好多年嘅區議會文件，查到唔同個屋村咧，發現真係有嘅。所以嚟緊呢一陣我哋行公園咧，見到會有一個試點，個公園剷咗一大塊嗰啲落去。咁我哋剷咗噶啦，而家剷咗就等嚟緊會補種一啲其他嘅品種落去，試一試先咯。因為有啲品種真係啲蚊會怕㗎。係啊，因為我係全面。我哋真係唔敢試噶啦，咁咪試少少先啦，係啊。你頭先講咁多工作咧，又簽名啊，又呢樣，又揾街坊啊，又家訪啊，又等等啦。其實你有啲咩嘅組織或者係一啲嘅羣體咧，係同你去做，還是你自己就係你議員辦事處啊、職員啊？你辦事處的義工去幫你處理曬頭先咁多嘅工作啦。其實我都第一，我議員辦事處都係一個主要嘅組織啦，即係牽頭者啦。咁我嚟緊我咧包括有時候我公屋聯會都會協助我有啲公屋嘅政策，包括佢包括有啲綠化政策，包括我啱啱講嘅30% 嗰個綠化比率嗰、那個問題啦。咁佢哋都幫我諮詢房署園藝組有啲嗰個意見啦。咁最主要其實我哋都係同村入邊唔同嘅持份者啦，包括我哋户委會啦，同埋有啲所謂喺區入邊比較關注村入邊事務嘅人，咁我哋都會共同去一齊去做咯，希望共同去改善一條村咯。因為講真，一個人個思維有限嘅，要集唔同方面嘅人嘅意見，我哋要收集多啲意見喺呢個意見入邊抽取最精華嘅嘢去做啊嘛，係嘛？咁户委會都係你一個要串連啊，係一組織或者同埋一齊。係啊，户委會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平台嚟㗎，因為佢哋都係代表每一座嘅居民嘅意見嚟㗎嘛，係嘛？即係可能你就算一係議員辦事處當，你未必可以完全代表所有人嘅意見啊嘛。户委會其中第一個好重要嘅平台，包括佢哋喺村委會入邊都講到好多重要嘅嘢落去。咁唔單即係議員辦事處，其實就一個角色就要牽動同埋組凝聚呢班各個主席，或者可能去到最細緻啲嘅，去到層代表。喂，你嗰一層。
有啲乜嘢嘅意見，我哋收集翻嚟再去整理去反映，咁先係共同去改善一個社區咯。我自己入到嚟，即係我其實我係咩咧？我係去啟程村多啲先嘅，嗰時因為有啟程村有鹽鹽水問題，咁後嚟咧都經過咧，都嚟過啊德朗啊。咁我係德朗去嚟少啲嘅，但係呢嚟到啟程德朗咧，哇！全部都高樓大廈，四廿層到。四廿層係。咁啊，又咁鬼多座喎！即係其實一入到嚟就係石屎森林，嗯，即係望無頭水噶嘛。你點樣開始喐動到啲人？那個系統或者嗰個策略係點樣？其實都唔冇話乜嘢嘅，始終第一居民咧啱啱入夥咧對佢個居住嘅環境、社區配套嘅設施各方面咧係特別嘅強烈嘅訴求嚟嘅。始終一個全新嘅社區作為開荒牛，一定係辛苦㗎啦。佢哋入到嚟，包括你當時我哋入到嚟得兩部巴士嘅啫，去到今日已經有六七部巴士。咁對佢哋嗰個訴求係緊張嘅時候咧，大家嗰個動力咧係強好多嘅，強好多嘅。因為要共同改善，如果話單靠你某一個議員，單靠你某一個會會主席，我相信冇可能嘅。政府無非即係依個政府都係聽大多數，可能多人去反佢啦。即係就算好似而家嘅三水分流一樣啫，嚇個個都反你咁。梗係要撤啦，係嘛？即係同樣嘅意見，政府都係要多嘅民意，共同嘅民意反映嗰樣嘢嘅訴求大嘅，咁我哋先將嗰個力量真啊可以可能由到房屋署推上到運房局，或者甚至到去呢個特首度，包括你鉛水事件一樣啫嘛，係嘛？要去徹查呢樣嘢咧。咁我哋透過就其實居民咧要觸發到佢喺社區嗰、那個真係令到佢對呢樣嘢關注嘅嘢。我相信居民嗰、那個積極度咧會大大提高嘅，係。咁同你嗰、那個由選嗰時係獨立參選，係，後來入經民聯，嗯，係咪經民聯嗰個另外一個嘅層次啊？可以幫到手？頭先你講到又要去咩局長啊、特首啊咁，係咪因為咁嘅原因要入一政黨，或者冇一政黨會難做好多咧？其實呢個就真係我在我的層面就不完全話係有冇政黨就係咪會更上啲嘅，或者你一般會更好啲。咁一定嘅，以經民聯而家嘅實力，有八席嘅立法會議員咧，肯定係可能有啲大嘅政策議題啊，或者你真係邀約啲官員咧，或者可能我哋今日啦，我今日都有去我哋啲同事都有特首辦請願嚟相關呢啲咁嘅高層次嘅咧，一定係容易做得到多啲嘅。咁其實我但係當年我都唔係完全因為呢樣嘢加入經民聯嘅，當時都係應阿芬姐啊邀請，咁到時當初咁就因為都協助芬姐去參選啦，佢當時又好協助我哋啟程德朗村喺15年嘅工作嘅，咁去到最後，咁我又本身又唔係有啲好傳統嘅陣營，我又冇好大嘅意向加入啦，咁就加入咗一個新興嘅團體，咁去同呢個團體去共同成長，睇下探索下日後可唔可以即係例如經民聯都係工商帶動經濟。去改善民生嘅，可唔可以用啲非即係我哋成日講唔係話咁即係好傳統嗰啲做地區嘅手法去為居民爭取嘢啦？我哋可唔可以用啲經濟或者用啲好創新嘅嘢去喺應用於喺地區工作咧？包括可能我哋而家啱啱我都喺度諗，喂，經咁多嘅工商團體，可能喺翻大陸去做生意又好。辦理一啲户口個開設個户口又好，可能呢啲團體，佢哋有個人脈可以幫到你去舉辦。最簡單啦，好多人我近期問我開嗰、那個香港中銀開嗰個內地户口嗰樣嘢，其實呢啲喺呢啲團體入邊咪有個優勢，佢咪可以協助你，就算搞啲講座啊，教啲人點樣去做啊，咁呢啲有啲優勢咯。即係我希望我哋個地區工作唔係單一傳統嘅，應該係要多元化，居民係去接觸多啲嘅。嘅事物咯。OK， 嗱，從你頭先所講咧，我就睇到一個你嘅即係喺地區工作或者係參政嗰個嘅心路歷程啊。有一個係新來港嘅人士，住喺啲劏房，環境差惡劣，要求希望改善情況，跟住就嚟到呢個新屋村協助街坊解決問題。咁啊就係有自己辦事處，即係參選啦，希望能夠多個工具幫手啦。有辦事處嘅職員啊，或者係義工幫手啦，跟住就係護委會啦，跟住就係能夠動個村啦，去同房屋處去面對我哋所面對大家街坊面對嘅啦。呢個就係一個
基層嗰個層次去做啦。嗱，另外一個就我想同你討論一下咧，就係、是議會層次。嗯。嗱，你當選咗做議員之後咧，譬如你作為一個議員嘅個體，一個個人啦，或者議會裡面個議會，區議會裡面當然有唔同嘅黨派啦。係係。經民聯有幾多席啊？其實五席啊。五席啊。係。咁經民聯嘅五席喺個議會裡面，以至到咧就係、是、再跳升一步，或者啲問題如果係區議會都解決唔到嘅，要上到立法會啦。咁嗰個層次，以至甚至係咪有啲嘅立法會議員可以幫到你？去到特首嗰度，即係成個呢個議會嘅工作，係唔係都係你用到啲咩嘅方式或者咩方法，係咪都係對你嘅地區工作可以幫到一手咧？議員嘅角色其實就喺喺議會咧，其實就普通嘅問題啊，即係嗰啲例如改善屋邨嘅社區設施，屋邨嘅環境衞生啊，交通配套啊，或者有啲簡單嘅事務咧，喺議會嘅層面，我相信而家好多部門咧都係可以幫到手嘅。始終佢雖然我自己個人我係比較質疑香港呢個區議會制度嘅，因為始終就一個諮詢機構。冇乜實權，即係講句唔好聽嘅，有啲官員係即係唔埋你帳，佢係唔做嘅。其實即係當你都奈佢唔何嘅，係嘛？都我哋喺過去幾年度，我都深受好多啲咁嘅感受㗎啦。咁喺普通層面嘅，一定係都好可以做得到嘅。但係你話去到再上升去到一個層次，包括我哋要喺區入邊去爭取興建有啲例如圖書館啦，有啲泳池啦，或者有其他嘅相關設施啦。其實去到區議會層面，其實就真係好吃力啦。包括我哋爭取到好多年，我哋話其他而家兩條村加埋私樓都有50,000人啦。有冇連一個圖書館都冇，一個泳池都冇。咁呢啲去到我哋喺區會，我哋已經講上文件，幾乎每一年例牌都會上噶啦。其實但係始終部門都冇乜積極嘅回應啦，積極嘅回應。咁但係呢個層面真係要去到真係立法會議員啦。立法會議員我哋都邀約咗好多唔同黨派，包括就算民建聯又好啦，有啲唔同嘅團體都去共同去揾民政事務處，即係去到局長嘅層面咧，佢哋而家初步都好，都話算係有個成功爭取，初步嘅爭取先啦，先肯會啱啱落實咗少少嘅方案出嚟，方案咋，仲係未做其他嘢嘅，但係如果你話單憑區議員，你喺下邊，我哋都收集簽名啊，做諮詢做呢啲嘢，都做咗好多啦。但係似乎都冇政府對區議會嗰個重視嘅程度咧，冇話林鄭口中所講嘅咁重咯，即係佢要求每個官員一年要攞一次區議會，要重視區議會嘅民意啊嘛。但實際上似乎有嘅，那個程度真係好低好低好低啦，真係低嘅。咁、okay. 去到最後，無非真係可能透過好多立法會議員，最後真係又呃又氹，又呃又氹，又要逼你，咁、okay. 你先肯又去做少少研究啊，揾塊地出嚟咁。咁呢啲可能就係政府可能始終我個人覺得喺呢個區議會年代嘅區議會制度真係被少少忽視啦，區議會嘅作用。總的來說，你那個由地包括地區工作，包括你議會工作，包括剛才你說的政黨的工作，其實你花了你，我不知道用一日計還是用一個月計，就是大幾多的時間的比例，就是做這麼多事。其實區議會工作啊？地區吧，區議會啊。其實地區工作，我就以我自己，我幾乎每日都在條村的啦。每日起碼超過18個鐘在條村的啦。18個鐘？有啊，我9點回嚟，夜晚9點先走。你要瞓8個鐘，咪26個鐘啊？差不多啦，我最少我尋日都成10點先走啦，我9點回嚟啦，差不多超過呢個時間。基本上我星期六日都在條村嘅，因為始終你有第一居民可能有啲翻工嘅。星期一至五都揾你唔到嘅，咁你可以點啫？星期六你可能你未必開咗全日，有時間唔中你即係約啲街坊咯，即係佢真係時間唔啱嘅。你咪翻嚟啲咯。我成日同我啲義工講嘅，我都同我同事講笑咁講啦。我見你多過見阿媽。我成個月都未見過阿媽噶，因為我都翻到去嗰時阿媽已經未結婚，瞓咗。我未結婚，啊翻到去時阿媽已經瞓咗啦。當我翻工嗰時，阿媽已經翻咗工啦，係嘛？咁其實雖然同一住一間屋下，但係相見
真係食餐飯嘅機會都唔多嘅。咁但係有時候我咁諗啦，路係你自己揀嘅，你選擇到投落社區，你就要為個社區，即係我最中意就民主黨兩個字啦，博盡兩個字，其實唔單單係你嘅專利嘅，好多而家真係有心投身落個社區嘅新人都好啦，其實重要嘅可能你真係有嗰個心，有嗰個意志，有嗰個時間。入去其實選民，我過去幾個選舉都好啦，我見到而家選民對香港嗰個選舉制度都係理智嘅，理智嘅都係行你好多喺條村相關，包括除咗你嘅地區工作都好啦。我成日講嘅做區議會選舉，無非就係做嗰個關係嘅聯繫，關係嘅聯繫啫嘛。你同居民。更打得深啲，更了解佢個屋企嘅情況，對佢個人多啲關心。例如有長者東嘅時候，你真係多佢嗰個關心。仲好過即係我其實我都唔會同啲居民講得好天花龍鳳嘅。你話叫我爭取有個街市俾你，其實我真係好坦白咁講，我真係未必做得到嘅。但係我會去做，但我真係未必做得到。好坦白，呢個層次真係要去到立法會嘅層次，我哋同唔同嘅立法會議員去爭取。但喺地區嘅層次，我真係好坦白，區議會而家真係一個諮詢機構，淪為一個諮詢機構，冇任何實權。我哋上會真係俾官員耍到你係欲哭無淚嗰只，係嘛？咁我都，但係我哋會用盡自己嘅能力、自己嘅時間，為居民你去爭取咯。去到最後結果如何都好，我哋一定係不放棄嘅。OK， 嗱啟程同德朗咧呢幾年咧喺政界雖然話地區工作啦，都好出名。個原因就話咧，你睇到咧就係2015年嘅區議會選舉啦，啟程有鉛水問題啦。德朗好像沒有，德朗好像沒有的，就是起碼我知道民協都幫忙搞啟程啦，民主黨就在德朗啦，兩大民主派的政黨都湧入這個區新的屋邨區，希望開拓發展啊，咁就是當年咧就係啟程就係分姐啦，呢度就係分姐支持你，我估係啟程就係、是。個候選人就應該係入咗係經民聯，都冇入嘅，都冇。而家有入嘅，而家有入嘅，後嚟你兩個都入咗經民聯。咁咧就跟住就係2015年嘅區議會選舉啦，跟住就係呢兩個區都係我覺得係大比數贏㗎。縱使係我哋響啟程有曬鉛水問題啦，都砌唔到入嚟。咁咧就跟住咧就係嗰個立法會選舉啦，以至到係舊年嘅兩次嘅補選啦。呢兩個區咧都係可以話你哋咧贏。非建制派贏到利旺利納嘅，就算係由阿姚松賢嗰次，呢兩個村嘅選舉結果咧，係成為報導嘅焦點，即係兩條村贏千執票，乜嘢魔術啊，或者咩嘅事件咩嘅情況，可以令到呢兩條村咁樣就係飆咗出嚟，同埋新屋村，依家有啲人有少少結論咧，就話咧，因為新屋村，因為新來港移民。因為咁嘅嘢咧，就有一由可能喺深圳咧已經備受影響，到咁樣咧就變咗入到嚟咧就容易新屋村就係建制派贏咯咁。咁你又係建制派啦，又係新來港移民之一啦，即係我當我雖然其實都香港人㗎啦。咁係唔係呢啲係一個好因素令到嗰個政治效果變成咁？我個人就唔認同嘅，即係過往包括舊年嗰兩次補選都好啦，即係歸根究底啲人話紅區話新移民，我同你講啊，其實可能你翻查翻記錄，新移民嘅投票有幾多咧？真係唔算多嘅，包括呢個區。即係投到票㗎，唔係投到票㗎，投到票嘅新移民真係唔算多嘅。如果未投票嘅新移民咧，就真係多嘅。嗱，即係第一啦，過往可能區議會選舉嗰陣時候，由地區入嘅，即係2015年啦，無非地區當年就鬥地區嘅地區工作。第一真係鬥你同居民去嗰個接觸。我呢條村未入伙，我已經喺何文田幫啟程村嘅街坊去做預派㗎啦。2013年6月已經去預派㗎啦。咁當年就算你民協當年李霆鋒都去到入伙嗰陣時候。2013年年底先，時間已經差咗一年嘅啦。時間差咗一年嘅，其實歸根到底唔係話嗰個第一，我個人咧，其實就有
我都有即係睇咗新聞，我都有回顧少少啦。第一，真係以啟程為例啦，元水係咪真係一個泛民嘅必勝之道咧？其實唔係嘅。你爆發咗元水出嚟係啱嘅，你可以揭發咗政府有個政府有問題，但係似乎爆發咗元水之後喺處理嗰個議題上邊咧，泛民嗰邊更注重嘅就係一啲所謂嘅政治訴求，要求政府點樣，例如即係落台啊，要求點樣個點樣個跟進嗰啲，即係罵斥政府個夠多。而反觀你見啊梁婉婷，即係包括喺我哋建制呢邊都好啦，幫佢去驗水啦，我哋動員幾百義工去幫啲街坊由地下搬水上去屋企啦。去幫佢我哋揾啲人士贊助佢更換嗰個濾水器啦，包括日後嗰個持續可能防住喺換管嗰個情況下，點樣去協助去跟進啦，係嘛？即係包括仲有啲血糖高嘅小朋友嗰個持續跟進啦，可能有啲提供有啲法律嘅諮詢意見俾佢啦。其實我相信居民受到影響，更加注重係佢自身個權益或者個狀況受損，佢點樣係可以得到有啲人去跟進？即係你要求我，就算當年你要泛民要求張炳良落台，佢落多台都好啦。居民嘅切實嘅問題，同樣係解決唔到噶嘛。而可能就係呢個我哋個對比係好大嘅。你一邊只係高嗌口號，而另一邊咧，其實真係好落力咁，默默咁日日去為啲居民。由地下搬上四十樓，搬上去搬上，咁呢啲就係其實就係反映咗居民其實真係要一啲做實事、務實個人咯。但係呢個會唔會輻射到嗰個立法會選舉？這個就去到之後啦，即係去到2016年，去到再有2016年、2018年啦。其實我哋同樣睇到一樣嘢，包括即係佔中打後，我由佔中打後我都覺得係其實嗰、那個香港嘅政治嘅方向咧。已經是轉舵的了，泛民主派高嗌那些，包括去到姚松炎都好啦，姚松炎真的都口號真的眾多的，打出那個口號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實際的民生的政治議題的，再加上很坦白地說，就算你那麼多的候選人都好啦，包括我講鄭永信那時候都好啦，你落得啟德區的有多少，真的不多的。咁問題就係咁多議員都唔多，你落區嗰個服務嘅解決問題都唔多，嚟到空嗌口號咧，其實我包括你可能見早排新聞見到都係啦，你問佢點解話咁唔支持有啲泛民嘅議員嘅，其實就係嗌嗰個口號係反映唔到居民而家切實嘅情況啊。我而家就係想沙中線盡嘅開啫。但係你嗌嘅就係要嗌打到某個政黨嘅政權，要林鄭落台，要乜嘢落台，要點樣嘅民主自由？其實冇辦法切實反映到而家住公屋居民嘅訴求。佢哋租金貴啦，交通不便啦，小朋友嗰個教學或者撫養嘅成本高啦，可能要資助要養父母嗰個壓力大啦。你呢啲根本係反映唔到佢嘅，即係我有啲義工成日同我講嘅。你連住、連食、連翻工冇車搭，都解決唔到。你同我講民主，其實冇乜意義啊。當我餓死咗，我又要民主要嚟做咩啫？即係如果民主可以頂得到一嚿麵包，我又同你講民主嘅，我可以温飽嘅，我可以對父母供養得起父母嘅，對小朋友可以快快樂樂咁見長嘅。咁我相信個個都會支持呢個民主嘅。但係實質上唔係嘅，因為雖然佢哋可以得到政府嗰個支持，已經係由劏房。進一步去到公屋了，但似乎他們那個情況沒有大躍進，真的雖然是進了一步，但實際上很多問題還未解決的。他們寄望的即最明顯的了，我最感受多的去到陳海欣，真的他說真的民生優先，政治擺一邊，就是去到這個口號的時候，我已經切實很多居民見到他已經是包括可能當時有些真係所謂偏黃嘅都好啦，我見到佢真係好主動，已經係接受呢個口號噶啦。尤其喺呢個所謂嘅城市中嘅孤獨，你要喺呢個啟德新區，你入邊乜嘢配套都冇，邊一個嗌出一啲民生切實，你真係急到佢肉嗰啲，佢
嗰張票就會俾你喎。OK， 好現實嘅而家呢樣嘢，包括去到新區啦。如果你話一個成熟嘅舊區，或者可能去到一個所謂嘅中產區啦，可能就未必係嘅，因為佢哋可能好多問題都自己可以解決得到，可以乜嘢。但係事實去到呢啲咁嘅新區，我覺得民生嗰個重要性係比嗰、那個政治形態嘅意識強咯。OK， 今日我哋嘅訪問咧，多謝何華安議員嘅。咁我哋可唔可以用兩三分鐘你總結一下，即、就、係、是、你由地區工作啦，到參政啦，到入政黨咧，嗰、那個嘅理想，嗰、那個嘅目標，嗰、那個嘅策略。以至到個成績，可以做個總結啦。好啊，好啊。其實我就真係冇乜成績㗎啦。咁其實過往咁多年，我其實喺對，即係去到今日都好啦。我對呢個區議會嘅制度，其實只係作為一個諮詢機構，我都係覺得比較失望嘅。因為過往喺議會都好啦，我要交通改善有啲交通環境嘅問題都好，相關嘅官員其實耍得就耍，根本係冇落。即係冇誠意去改善相關嘅問題嘅，咁其實最主要真係我哋係透過真係用心啦、用時間啦，將自己最大嘅能力去為居民去爭取最大嘅利益咯。咁其實最主要，我相信因為制度都唔係話一日由我哋改變都可以改變得到嘅，但係你自己嘅個人嘅能力、個人嘅行動時間係可以由你支配噶嘛。咁喺站在你要俾街坊。行先一步，要早知道街坊所需要的是什麼，你咁將心比己，你先可以在個地區上邊得到街坊的認同，得到街坊的支持咯。OK， 多謝你，多謝基哥，多謝多謝。好，飲杯啊，基哥。今日是我哋有關地區工作，特別訪問一啲出色嘅例子嘅社區，是第二集。何華漢議員，從何華漢議員所講的一個內容，大家看到呢，是他開始的時候來自基層，他是一個新來港的移民，面對一個劏房環境的情況之下，他有機會入了一些政黨鼓勵他的地區工作，後來揀選了這個區做選舉，從而呢落了個區之後呢，他是有自己議員辦事處，有他的義工，但同時呢就是去聯繫組織互委會，整到整個社區一個是透過組織去了解市民的意見，而推動呢議會裡面提出要求政府改善一些的被蚊的問題啊、設施的問題啊，樣而他也都說他的工作是每天18小時，他所舉的例子來看得到呢，就是說如果你要做一個地區工作的話呢，第一你一定要自己很投入，第二你要花時間，第三你要有心機耐心去動員組織了解區裏問題的意向意願，甚至是有些的組織是輔助你去處理這個問題，而這個的組織在他的講法呢，是可能更加遠遠比一個政黨是做一些口號式的推迫政府啊，或者口號式的議題去鼓勵市民的支持呢，是來得更加實際。地區工作原來就是一分一秒，原來就是組織，原來就是關心，這個地區才是實在的，這個工作都是實在的。